老师常说，好孩子啊，要好好学习，早睡早起，勤于锻炼，注意卫生。啊，还有，不要撒谎。我一件都没有做，除了刷牙。臭小子！大眼仔，救命啊！走。交手，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要杀要剐，冲我来！看完了再说。啊，零分，你又来？能打屁股吗？59秒，我什么时候才能超过马骁啊？马骁是不是小学公开赛的纪录保持者啊？当然不是了，那是谁啊？告诉你们，15年前有一个小学5年级的小学生叫邢峰，他的纪录马骁都破不了。多少秒？你猜多少秒？多少秒啊？53秒。哇！到现在还没有人破。同学们，今天是校田径队选拔的日子，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李小天，哎，小赖老师，小赖老师，我不打，我求你别让我跑吧，小赖老师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让一下。预备，小丹老师，我那李小天，我真的要跑。喂，李小天，等你长到旗杆那个高度才可以参加田径队，这是规定。
是叹气，当然是因为你自不量力呗。你看，你比我还矮，更别说忘和马骁比了。小天也能跑，人家马骁可不光会跑步，他的妈妈是很有名的游泳运动员，爸爸更不得了，会打功夫，是叶问的徒孙，那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别少年多怪。矮冬瓜，你有什么更厉害的？倒是说出来听听啊！不准欺负小天！我就知道李小天吹牛，谁说我吹牛了？飞人刘翔，你知道吗？他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他和我没关系，他和我爸有大关系。和你爸？你知道我爸的名字叫什么吗？李飞熊，飞熊，会飞的英雄。会飞的刘翔比不过会飞的英雄。啊！爸爸真的跑赢过刘翔？我爸比刘翔就快那么一点儿。也没我跑得快，没想到矮冬瓜，哦不，小天的爸爸跑得真的比刘翔还快。就我家这点事儿，根本用不着吹牛。李金宇是李小天的哥哥，射击冠军杨凌是他的表舅。举重冠军张国正是他的姑父，加油，加油！跳水女皇高敏是他的大姨，加油！哎，好。李小天还有一个练武术的姑姑，练标枪的表哥，太厉害了！I have my winter coat and new ice skate. 错。哎，你打我们啊！你眼珠子往哪看呢？看你的书啊！我告诉过你，打人不能用蒜，疼。不疼你会长记性吗？我刚背好英语单词，你打忘了。下次打人得用蘑菇。用蘑菇是吧？啊，别废话，快看！我喝水去。站住！我去，给我坐着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考试你要是再拿鸭蛋，这些蒜就是你的下场，知道吗？真不知道你像谁了，一点读书的细胞都没有。我除了像你还能像谁呀？胡说！你要像我一半优秀就好了。你爸是卖砂锅的，一碗砂锅卖多少钱？2块钱，卖100碗才赚200块钱。就算是这样，我不还是把你养得人模狗样的吗？我容易吗我？我要卖砂锅，肯定比你卖得好。胡说！你卖什么砂锅？你要上名牌高中，再上名牌大学，将来要开国际性的大饭店。你爸我没去过的那种五星级的，身上全是高级香水味儿，绝对不能有葱花味儿，知道吗？笑什么呢？没有，我鼻子痒啊，擦鼻子。哎，等等，坐着。那，你一定要好好读书。知道吗？哎呀，要让你小子上大学，我得卖多少砂锅啊 ？I often play ping pong. You can play with me. Thank you. Not at all. 不，念什么呢？又打我干嘛？你发音不对，知道吗？哪儿不正确了？你读。你那个啊，应该是念 thank you。跟我念。念啊，三个油，正确，还好你爸懂英文。这一帮都是我的好朋友。又是你凑上的。哎，你来聊天。哎，
在做好朋友的。大大恰恰恰，兔对话。对了，兔对恰恰恰，转大大恰恰恰。对，讲不对了，再来一遍。你看你这跑得那么快，累不累啊？不用，我自己来。等等，小心！哎呀，这够沉的。你看，我爸对你多好，给别人家送砂锅多送一个鸡蛋，就给你送两个。好香啊！但是我不是让你跟你爸说吗？我呀，吃不了两个，吃一个就够了。不行。你跳舞特别辛苦，不是，我爸说你跳舞特别辛苦，所以呢要多吃一个鸡蛋补补。阿姨知道小天对我好，可是你竟然差我一个东西呢，今天的卡呢？给，这是我爸让我给你的。好，我看看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卡呀是你爸写的，不是你，对吧？嗯，还有，你们大人的事儿，我小孩根本不懂。我要去送砂锅了啊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那么着急干嘛？哎，你慢一点。知道了。拜拜，别跑那么快。哥哥。哎，小天。老陈，到，送外卖了。来，修车铺叠打滚啊！哎，老陈，哎，我知道，速去速回嘛 ，no problem 了。What is the weather？ 这身材，这速度，不愧是外卖界的奇葩啊！仅次于我了。哎，小天，哎呦，慢点，记住了啊！跌打滚修车铺，跌打滚修车铺啊！来，跌打滚修车铺，哎，去吧，小心点啊！小叔，吃饭了。小兔崽子。叔叔最近练了一套铁砂掌，好犀利啊！你要不要跟我学？那你先把砂锅停掉了。开始。好犀利！奶奶好，小天儿。哇，这就是神呐！哎，打他！
这条微博吧，走。回来了！哎呦，小子真棒！来来来，赶紧上去，还急了。It is sunny and cool。小天儿，不会睡着了吧？老板。老财，你这回来的也太快了吧？啊，快吗？我说你跑了这么多家，怎么连点汗都没有啊？文化人就是不一样啊！哎，啊，好好，哎，杀棍去。叔叔，老财啊，哎，你要是送的再快一点，下个月啊，给你涨工资。好，十块。就十块？不满足啊？老财，你看啊。白萝卜七毛钱一斤，十块钱够你吃一个月的。菠菜四毛钱一斤，十块钱够你吃两个月的。大白菜三毛钱一斤，十块钱够你吃一年的。哥，我知道了，我干活去了。嗯，别说。Do you have enough one clothes？ 儿子，这就对了，你要天天都这么用功啊？嗯？哇！你怎么读个书比我炒菜还费劲呢？啊，你满头大汗。爸爸，你不许碰啊！我在学习呢，你碰忘了怎么办？好，好，我不碰，你继续，你继续啊！哎，我去给你做点好吃的啊。稍微胆丝，阿斯，喝口水。对不起。没事没事没事。我去拿这个。哎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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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刚好很热，我也想洗把脸。老师说的对，生活中总有些意想不到的事儿。不好意思啊，我问一下，李小天的爸爸在哪里啊？我就是啊。你是李小天的爸爸，李飞熊？啊，有事吗？我今天来啊，是想跟您说。臭小子，我就知道。老师，你告诉我，他犯了什么错？您误会了，李小天同学虽然成绩很一般，但是在其他方面表现还是很不错的，尤其是跑步。您搞错了吧？小天他从来不跑步的。你这不是浪费人才吗？啊？先不说你们家那些赫赫有名的亲戚，就单说您吧，连刘翔都是您的手下败将。我没听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。我明白，低调，我是不会随便说的。我今天来啊，是想请你们一家人代表我们班去参加全校的家庭运动会。哦，家庭运动会是吧？对。不参加。没时间呢。你考虑一下嘛。哎，不用考虑了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可是小天爸爸，
这关系到我们班级的荣誉，您不会不支持我们吧？我不是不支持，我很想支持啊。可是我们家孩子要读书，将来要上重点大学的，我也没办法呀。上重点学校，那就更要参加了。现在各重点学校都很注重均衡发展的，这体育就占了很大的比重呢。那都是说着好听的，现在哪个孩子不是拼了命的学这个学那个？最重要的就是成绩和特长。我们家就有规定，我儿子除了读书就是练琴，除了练琴就是读书。以后这种活动，我看就别找他了啊。那可真是太可惜了。我还在想啊，参加这次比赛的嘉宾啊，都是重点学校的校长、副校长。哎，既然你这么不愿意，那我就只好去找别人了。好吧，那我就先告辞了啊。哎，蔡老师，刚才我说的那些观点都是别人非常片面的观点。我个人认为，孩子最重要的就是要均衡发展。这个运动会，我们一定参加。那可说定了啊！那当然，一定。好。哎，我最拿手的就是大肠砂锅，你一定要尝一尝。那个，我学校那边还有点事儿，我就先走了，就不打扰您了。您忙，您忙。好好好。哎，你要不打包一份？不用，您忙着，忙着，忙着。那你以后常来啊。好好好。臭小子，给我下来！你胆子越来越肥了啊，还敢撒谎！我是冤枉的，是萝莉说出去的。你这牛都吹到天上去了啊，说我跑得比刘翔还快，你怎么不说我能盖姚明的帽啊？还敢笑！我告诉你啊，要不是因为参加这个家庭运动会有希望上重点学校，我现在就上去扁你。参加家庭运动会啊？废话，报名表人家都送来了，还能有假吗？不是，咱们家只有爸没有妈，怎么参加呀？我不是常说吗，办法永远比困难多。给我找个妈容易，给你找个老婆难。你说什么呢？你等不着，等不着！臭小子！哎，既然大家是这么熟的邻居了，有些话我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我就是想请你给我孩子当一天妈。哎，你可千万不要有什么顾虑啊，到哪儿找这么好的机会啊？一下子生出一个10岁大的孩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你答应我，不但是帮了我，也等于是帮了你自己。这么好的机会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哦，好好把握。别停，继续练。怎么是你？你今天，你今天不用晒腊肉了？要啊，我一会儿回去就晒。你也不说话，到底有什么事儿？我就是，大家都这么熟的邻居了哈，很少那个交流，我就是想说，我心里一直有一句话想对你说。我想说，你能不能把上个月的砂锅钱先结了？你要说的是这个事儿？不是，那你等着，我去拿钱。老师，哎呀，什么钱呢？啊，我来付。什么钱？多少钱啊？啊，多少？我算一下啊。哎呦，这钱包太小了，钱太多了。啊，别算了，拿的，赶紧走啊，耽误我们时间，是吧，刘老师？我们等着跳舞哈。
哪个是马骁啊？就那个个子够高，然后戴了帽子那个。就他啊，个挺高的。同学和老师啊，都夸他个子高，学习好，而且跑得又快。他爸妈每天都开着漂亮的大轿车来接他，像我，连妈都没有。那个大轿车算什么？还是你爸那三轮车帅，多有个性。哎，接着说。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老师让我们写的第一篇作文叫《我的妈妈》。我没有妈妈，我就只好写《我的妈妈是飞鸟》。每年飞鸟南迁，我就抬头望向天空，就能看见我妈。老师说我说谎，说我应该写妈妈每天都在家辛苦劳动，然后照顾我和爸爸。我也不知，我真的没有说谎，我真的没有妈妈。会不会是我生下来就长得难看，我妈不要我了？没有，你很好啊。嗯，大眼仔，嗯，你能帮我变一个妈妈出来吗？为什么要变妈妈？因为我想参加家庭运动会，这样我就能和妈妈一起站在跑道上了。要不让你爸爸再找一个妈妈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让他永远当你的妈妈。不行，我爸肚子又大，袜子又臭又尖动，谁都不喜欢他。嗯，是这样的。你真的很想参加家庭运动会吗？嗯。中的小天儿，小天儿，混蛋！小天是小孩子，你也是小孩子。我让他参加比赛，就是为了上重点学校，现在全被你毁了。什么重点学校？现在重要的是小天的心情。你知道他喜欢什么吗？废话，我是他爹，我会不知道吗？你知道个屁！小天想要一个妈，小天喜欢跑步，你知道吗？还有，你砂锅店的外卖都是小天送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胡说，那是老蔡送的。你觉得老蔡跑得动吗？都是小天每天跑步送的，你的生意才这么好。你说什么？全胡同的人都知道，就你不知道。不要再来找小天。小天，你跑去哪儿了？
知道我多担心你吗？其实我知道你想什么。你以为我不想给你找个妈呀？哪那么容易啊？你们小孩子不懂的。不跟你唠叨了。嗨，自从你认识了那个送外卖，你就没好好读过书，整天净搞些没用的。你还太小，你分不清楚好赖人。你以为他是要帮你吗？那是害你呀！跑步有什么用？能当饭吃吗？啊？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啊，后悔都来不及。我整天卖砂锅为了谁呀？还不是为了你。你多少有点良心呢。从明天起，别跟他来往了啊，好好读书。听到没有？臭小子！将来不要像我啊。别装了，快睡吧。来了，来，快上，快上！别走。刚才，你是不是梦到妈妈了？我从来都没见过我妈妈，我总是梦到一只大飞鸟，然后那只大飞鸟就把我搂在怀里，就像妈妈一样。
你说，她是不是我妈妈呀？当然了，只要大鸟妈妈过来保护你，小天儿再大的风雨都不用怕啊。可是我一睁眼，她就不见了呀。不会的。叮叮叮叮叮叮，你看，阿姨告诉你呀，只要你心里呀一直想着妈妈，妈妈就会永远保护你，知道吗？嗯。身为一个老师，没有事先了解清楚学生的家庭情况，实在是太不应该了。李小天同学，老师让你受委屈了，真对不起。嗯，小孩子有什么委屈不委屈的？小天根本就不在乎，是不是啊，小天？哈，嗯，小天爸爸，我这次来除了道歉，是还有件事情要跟你商量一下。什么事啊？北京中小学生运动会开始报名了。我考虑一下，还是决定让小天儿去参加400米的比赛。小天老师，我要上学英语了。好啊，去吧。李小天儿，小天爸爸，蔡老师啊，我真的是要感谢你啊，幸亏你教育有方，他现在比以前用功多了。可是小天他喜欢跑步，而且这个比赛不是什么学生都能参加的。这个我知道啊。不过你知道，孩子大了，他就有主见了嘛。他现在一心就想读书，对其他的也不感兴趣嘛。哎，你听，你听，自己非要读，我拦都拦不住。所以啊，以后像跑步这样的事情，你就干脆别找他了，我也拿他没办法。怎么了？我带你去个好地方。走啦。这是哪儿啊？是我以前的游乐园。跟你我一样，都是普通人。真的？是啊。想玩一下吗？我们也可以玩啊。当然。走啊。史上最强、最劲、最火爆的夜跑之王阿谢王，依据他的黄金拍档蝎子史丹普，公开迎接你们的挑战。你相信你自己吗？如果你相信你自己，你就付出你的行动。我只给你1分钟时间准备，1分钟，让我们挑战夜跑之王。可以的，大眼仔，你还敢来啊？上次输得不够惨吗？这次我的搭档可不一样。谁呀？他。他，你还是让 Cindy 跟你组队吧，他的搭档黄子今天没有来。我就跟我哥们搭档，不算欺负你们吧？哼，简直狂妄！小孩，你行吗？小天儿，看到那个了吗？今天我们一定要带回家。那个是什么呀？那是不死鸟，代表我们夜跑族的精神，打不死，输了再来。
现在你比赛的时间只剩下30秒，这可是最后的机会。我们可不会让你的。来吧，小田，我们参加。丹仔，你找别人吧，我不行。小田，你别走啊 ！Come on， 你害怕吗？难道你要退缩吗？你不敢挑战夜跑之王吗？Are you ready？ 小天，很简单的，就像上次我们抓小偷那样，你一定行的。相信自己，好吗？来，好，我参加。挑战的是大眼仔和他的拍档，叫什么名字？大牙仔。大牙仔，好一个双打组合，我祝你们成功。好，比赛马上开始，双方行礼。比赛规则嘛，一如既往，除了不可以用任何方法阻止对手之外，你们可以随意搭配，比如说谁扶着跑，谁去做难度动作，都由你们自己决定。当你做完动作之后，你要轻轻的一按按钮，羽毛就会弹起来，让你的拍档取出。最后一关，你要记住了，只有一个字：跑，拼命的跑，使劲的跑，不停的跑，跑跑跑跑跑。准备。恭喜你！谢谢。嗯，不错。恭喜你啊！厉害！很棒。耶！喜欢吗？嗯。我不明白，跑步为什么要穿成这个样子？奖牌真漂亮。好了，回家吧。好，明天见。拜拜。
有事儿？啊，没事儿。真名叫什么吗？你叫的没人姓的，那你叫什么呀？我叫行风。你就是那个行风啊？嗯。那你最后进国家队了吗？那天发生一点事儿，也许是上天派我来给你做朋友的吧。什么意思？小天儿，对不起。为什么？都怪我不好，要不是我，在家庭运动会那天，你就不会当众出丑了。其实，我根本就没有怪你。不，都怪我。我这样子，是永远没有机会再站在赛场上。没想到十年以后，在那一天，我居然又站在跑道上。我忘形了，我可以跑慢一点，可是我控制不了自己。我完全忘记了，我是在做你妈妈。我甚至忘记了，我是大眼仔。我只知道那个时候我是行风。小天儿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够哥们儿，我真的对不起你。你没有对不起我，我知道你特别疼我，你都没腿了还帮我参加家庭运动会，加班我妈妈，帮我赢了比赛。那时候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，在学校里，同学总是嘲笑我，说我矮，说我笨，总是欺负我。在家里，我爸一直想着让我长大开个大饭店，不叫我做砂锅，一直逼着我学习，你是最疼我的。你的腿还疼吗？已经不疼了。小天，现在为我做一件事情。好。不许再哭了。男子汉大丈夫，流血不流泪。你听着，我没有腿还要跑，你有双腿还怕什么？太宰，我答应你，我以后一定好好跑步。还有呢？我再也不哭了。想参加学校的运动会呢，这是件好事儿，但是主任，这次运动会啊，对于学校非常重要，事关荣誉，
我们要选择最好的学生参加。主任，你让我去吧，我不会给学校丢脸的。对啊，主任，小天儿他真的特别喜欢跑步。特别喜欢跑步可以当做爱好，比赛就不要参加。主任，那马潇能做到，我也能做到。马潇400米的成绩是59秒，你是多少？你要是能跑进1分钟的话，我让你参加比赛。你若想赢，只有一个字，练。你想走上成功的道路，只能靠一滴滴的汗水。人家马潇能跑这么快，肯定没有少练。你如果想赢他的话，你必须要比他多练10倍，甚至20倍才行。不过你要答应我，不能过度训练，还要更加努力读书。400米讲究匀速、呼吸和意志，跑步动作要放松协调。另一块重要的肌肉就是腹肌，腹肌的力量差，可能会给和腹部相对的腰部肌肉带来麻烦。后门，你连参加比赛的资格都没有。你不信，跟我比。没这个必要了，就你这种人，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，根本没希望。你什么你？你爸爸连400米都跑不过我，还什么体育名将？还有，你说的那些什么小姨、姑姑、姐姐都是假的，连你妈妈都是假的。推我！你说他们为什么说我输在起跑线上啊？那输在起跑线还有可能翻盘吗？哎呀，疼，你轻点好不好？你学艺不精呗，那能怪谁？输在起跑线上就是说你起跑不好。不是吧，输在起跑线上不是说你没有这个条件，你不用比就输了吗？我说不是就不是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看我啊，你的起跑是这样，蹦，别人一下就出去了，你一下往上走，你能不输在起跑线上吗？走，练起跑去，压压腿，反一面，好，自己跳两下，活动开了啊，准备。停，太慢了，再来，我给你节奏啊。停，不行不行，再来。你的腿注意啊，发力啊。停，还是太慢，回来。臭小子，准备。臭
臭小子！啊！出来吧。这些都玩腻了？没有，这些糖我一直不舍得给别人。你是我偶像。我才不当你偶像呢。为什么？因为小孩子只能当爸爸是偶像。回家做功课。他行吗？行啊。哎，你听我说，我偏要你做我偶像。拜拜，偶像。接下来我们进入高强度训练，四个训练基本要素：耐力、速度、力量和休息。加速加速，1:07.30，还不错。刚进步一秒啊。我是按1:08.30给你配速的，现在已经快了有一秒了。那按你这么算，我还有机会参加比赛吗？脚的着地应用脚掌着地，身体正直放松，两臂自然有力的摆动，这不能乱使劲，注意发力方向。进入弯道时拉到了吗？身体向内倾斜，注意两腿用力位置，加大臂摆幅度，保持好速度，注意节奏，调整呼吸。不错，保持住啊。小天，我告诉你，干什么都是最差的，你没希望了。吃饭了，小天儿，臭小子！我要这个。哎，你看见小天了吗？啊，没有。谢谢啊。嗯。便宜点吧。喂，哎，你把小天藏哪儿去了？啊？小天没回家？你别装傻啊！你肯定知道他在哪儿，快告诉我。喂，你去哪儿？你这是干什么？啊？他还是个孩子啊，你想干什么呀？哎，大爷大，你不用接，还有点时间的，大爷大。我今儿跟你说什么呢？我做完功课了。还有呢？我不用休息，我不累。就用了一天时间，提高了一秒。嗯，不信我跑给你看。哎，你脚怎么了？你过来。哎呀，没事。我看看，哎，脚怎么这样？怎么肿了？你不懂。你神经病啊！就为了快一秒，把脚弄成这样。有这个时间，你多看看书啊！你将来要考重点学校的。要考，你自己考吧。你说什么？我就是要跑，我什么都输给别人，我唯一能为自己争取的就是跑过别人。你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？啊？是不是你教的？大眼仔比你好。你再给我说一遍。大眼仔比你好。我打死你！来呀！你就知道怎么打我，你懂我吗？你什么都不懂。什么叫三克油？那是三克油。还有，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？其实我什么都知道。我刚生下来，我妈就不要我了。我还知道你骑三轮车不是为了减肥，而是因为咱家没有钱。我还知道咱们家什么都没有。我知道什么叫输在起跑线上，我就是输在起跑线上。小天，你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不敢去追，你没有用，整天为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沾沾自喜。我讨厌你，我不要像你。小天，够了。
赶紧回去睡觉。今天是我第一次看到爸爸流泪，对不起，爸爸，我错了。我要跑，我跑，让我跑，我不要说，我要跑步。又来收砂锅钱呀？啊，不不不，不是，那个，明天是我儿子生日，小天他特别希望你能来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啊？你要是忙的话就算了，没关系的。几点？哦，三点半了。我是问你明天几点？明天是晚上六点半。谢谢啊。哎，你明天肯定会来吗？你都可以不来收我的砂锅钱，我当然可以给你这个面子了。啊，明天见。汉堡哪天都可以吃，今天你生日要在家里过，特别一点。在哪儿过都一样。走，我们吃汉堡去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
吧。祝你生日快乐，小天儿，生日快乐！这是我第一个生日蛋糕。小天，许个愿。哎呀，就是把手放前面，这样。对，来来来来，吹蜡烛吧，吹吹。哎，许蛋糕喽！小天儿，你许什么愿了？不能说，说出来就不灵了。你许什么愿啦？告诉阿姨。吃蛋糕去。吃蛋糕去。小天儿，小天儿挺乖的哈。嗯，他睡觉的时候挺乖的。那你睡觉的时候乖不乖啊？我是。你干嘛那么惊恐啊？没事，我跟你开玩笑的，你不用回答。哎呦，行了，没人抢你的。爸。啊？你什么时候请我一档阿姨跳舞啊？爸，你别瞎说，我哪会跳舞啊？真的吗？请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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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他。小薇丹斯妈，近点儿，让大家都去上厕所。现在，真有你的。去哪儿了？是啊，人都去哪儿了？跳得不错。谢谢。小天，看什么呢？快去上厕所。他们人呢？不是都上厕所去了吗？快点，我也想去呢。你们女人真麻烦。你说什么？好男不跟你斗。我说错了，你们最可爱，我最麻烦。上厕所吧，走。我知道你的秘密。啊？什么？不，你误会了，我是睡着了。我没偷看你呀，我是在上面晒腊肠。没关系啊，反正又不止你一个人偷看。啊？还有谁呀？那是我的秘密。哎。我一直有件事儿想问你。什么事儿？
小天的妈妈当初为什么会离开你们？可能他把我看透了吧。我觉得他还没把你看透。嗯，像我这样才把你看透了。嗯，我是不是该回去了？他们都已经走了。哦。哦。哎，我下星期在上海有演出，你能来吗？我去不了啊，因为下周小天可能要参加比赛呀。嗯，其实我可以不去上海的。啊，不不不，千万别因为我家的事情耽误你工作啊。你和我还分那么清啊？不就是吗，我们只是邻居吗，我不想麻烦你。好吧，那么你就管好你家的事儿吧。追呀、啊！哎，哎呀，真失败。最后一次机会，跑进一分钟才有资格参加比赛，听清楚了吗？嗯，李薇。59秒59，啊，廖天，后面的比赛你要好好训练，嗯，不要让大家失望。加油！加油！太棒了！老师，老师，最新情况，马潇已经跑进57秒了，怎么办？啊！试试看合不合脚吧，这个特别贵的。哎呀，只要200个砂锅就搞定了。 Not at all。 谢谢爸。哎呦，谢什么，酸死了。其实你那天说的没错，爸爸真的是什么都不懂啊。所以啊，我现在决定了，花血本给你请个家教，专门教你英文。你还乐呢，我不是让你拿啤酒吗？啊，我给
给你拿去啊。哎，先试试鞋子吧。我就不多说什么了，你明天尽全力比赛就行了，不过千万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，知道吗？你知道我这个人最讨厌唠叨了，我现在也勤快了，袜子全都补好了，又换了双新鞋。爸答应你，从现在开始减肥，我的目标是6块腹肌。一想到这个，我做梦都想笑。穿这么帅，怎么骑三轮啊？走，我请你打的，快上来！耶！哎呦，哎呦，真够沉的。走，上车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都堵死了。师傅，大概多久能到啊？快了一两小时，慢了没谱。老师要求10点必须到，要不然取消资格。有爸在呢，一定可以的啊！哎，你给我放下来，我自己能行。神经病啊！你爬到一上还能比赛吗？可是你，可是什么？以前你哪次生病，不是我背你到医院的？你忘了你爸体力有多好？没忘。哎呀，你别说话了，我看你能唱。不是，我还能唱歌呢。爸，我唱给你听，跑快点啊！啦啦啦啦啦啦，我是卖报的小行家，大风大雨满街跑，做不好摔一跤，满山的泥土惹人笑。跟我走，快去！男子400米赛跑，请选手们准备。
哇，你看，400米的纪录保持者叫邢峰，在94年就跑出了53秒的成绩，我至今无人能破。哇，好犀利啊！麻麻地了，你搞错啊！喂，人家的小学生你也眼红啊？哎，不是，94年的小学生现在也要20多岁了。嗯，也不知道他现在长成什么样了。长得像八四光年。嗯，你这样的？何止，我还跟他很熟呢。哎，来了，小天，加加！原来小老板是这帮人里跑得最慢的。快开始，你让我进去。不行不行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来不及了。走西门。哎呀，各位选手上线。各位，喂，怎么搞成这样？赶紧赶紧，快！400米是个特别的项目，头100米、200米输了都不要紧，还有机会。就像人生，输在起跑线，赢在终点。小天，加油啊！手臂摆起来。他班长怎么这么慢？小泉的弱点就是身体太瘦小，手臂没有力量，所以过弯不足以支撑他的加速度。那怎么办？最后冲刺才是小泉的强项。跑完前300米，其他选手都不会再有体力了，最后都靠意志。Oh!
谢谢，快去吧。小天，啊，太棒了！妈妈，喂，臭小子，你可别乱叫啊！啊，那怎么了？没事，今后啊，你都可以这么叫我，好吗？真的？好啊。那我呢？我只承认他，还没承认你呢。你呀，还得更加努力才行。会的，我会更努力的。啊，小天，现在才是新的开始。小天，我早就你行了，好，回家，我教你铁砂掌。小天，我以后免费给你送砂锅，你别叫天的，我学不会。小子，哎呀，真棒！其实你已经跑得很棒了，下次还有机会。下次我一定赢你。嗯，没事儿，你已经尽力了，胜负不是最重要的。小天非常棒，是不是？嗯，握一下手。好，我们走。哎，有前途。随我。小天。李小天，送给你一句话啊。以后再也不用借别人的光，就可以为自己自豪了啊！记住了。啊！我们大家来拍张合影吧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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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快来，快来。来，站好了。一、二、三。大眼仔又回到了赛道上，不过不是做运动员，是做教练。我爸上个星期终于成功约到了一丹阿姨去看电影，不过还没拉到手。那我呢？我将来要在这里面比赛。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啊？做砂锅呀。啊？为什么？这样我就可以常常看到你了呀。臭小子。